小苏，你别走。我现在公司很忙。你要去找秦可啊？你是不是很喜欢我妹妹？秦可不愿意，我可以安排你睡丽丽啊。谁给你的胆子敢跟踪我？你要是不想让我停掉你的卡，给我乖乖在家做个摆设。我最讨厌自作聪明的女人。小苏，你别走，听我说了，我有办法把你得到我妹妹，只要你给我一个孩子。秦莹莹。我看你是疯了。女婿，不好啊，咱们合作的那个独家村项目被南宁举报，现在正义发现我的资质不全，要求全面停工。南风集团为什么和我对着干？都是我生的那个孽障，你辱了南风南宁，还有出手在这个项目上。卡住了我们的脖子。我说怎么最近这么不顺，原来是南宁在背后搞的，抢生意抢女人，恐怕国外市场的恶意收购也有你。南明，就是你。